尽管清晨的薄雾还笼罩着额尔古纳，但这座我国最北边的边境城市已经变得有些喧闹。额尔古纳市警方正对全城进行地毯式搜索，全力调查三个月前发生的那起轰动全市的大案。2015年8月9号6点多，我们接到指挥中心指令，说那个俄式信息金店被盗，店主称丢失首饰、项链等物品，约2公斤重，价值50多万元。报案人是店主于大爷，他告诉警方，头一天傍晚7点，自己锁好店门离开时，一切都还完好。可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黄金柜台上的部分黄金首饰却已不翼而飞。店主称是早晨去早市买东西时，到那个自己家的店里取钱，发现这个后窗被撬。那么这段时间究竟是谁进入了金店，又是如何进入的呢？新义金店位于额尔古纳市的闹市区，现场共分为3层，1楼、2楼以及地下室。警方发现整个现场总共只有2个出入口，1楼的大门和2楼的窗户。金店的门为卷帘门，经过勘验与检查，卷帘门完整，门锁也完整，无破损也无破坏。那么只剩下一个出入口，2楼的窗户。警方发现窗外的防护栏已经遭到了破坏。护栏的上端与下端都是用螺母固定，而下端的呢，螺丝的螺母呢被拧开。这样呢，我们综合分析啊，嫌疑人的进出口为2楼窗户。2楼是居住区域，1楼是店铺。店主清点发现，黄金柜台中有16个手镯、30余条项链、11条手链以及10来个吊坠被盗。警方在柜台台面上提取到了手套印痕，并在1楼和2楼的地面发现了多枚不完整的鞋印和1枚完整的鞋印。啊，通过鞋印的比对，我们发现1楼与2楼所提取到的鞋印为同一种花纹的鞋印，我们可以判断为同一双鞋所留。嫌疑人的基本特征，男性，所穿鞋呢是40到41码。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只有1名。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金店的监控一定拍下了他的模样，侦查员决定调取监控录像。可令人意外的是，店主竟早已关闭了系统。店内这么多贵重的首饰，怎么能把监控录像关了呢？经过我们调查呢，店主说他小外孙子在店内总玩电脑，为了不让他小外孙子玩电脑，他把监控录像就关了。这一点不符合常理，正常来说这个监控应该是24小时开的，他说报警系统也没开。于大爷的解释的确有些可疑，仔细分析，警方发现这个案件确实有些蹊跷。从这个现场看，他只拿了珠宝的1/10左右，有悖常理，不可能说剩这么多，而且现场翻动还不大。铤而走险盗一回金店，却只拿走不到2公斤的金饰，犯罪嫌疑人偷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和店主之间又会是什么关系呢？接下来的发现让真相更加扑朔迷离。2楼窗外啊是护栏，护栏的那个螺母被拧下，护栏外呢是一个彩钢瓦的仓房。那么我们在这个仓房的这个棚顶上呢，发现了这被拧开的这个螺母。啊，通过我们送检上面的检材，结果是店主所留。啊，这让我们感觉到很意外。更令人意外的是，警方调查得知，店主于大爷正是穿40码的鞋。无论是螺帽上的生物检材，还是鞋印的大小，都和报案的于大爷相符。这一切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得知，于大爷在发现金店被盗之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而是回了一趟家之后才拨打了110。这种反常的举动意味着什么呢？难道说是于大爷监守自盗，伪造现场？如果真的是这样，他策划出这一切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对于商家来说，监守自盗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骗取保险金。可令警方感到意外的是，于大爷店内几百万的货品从来没有上过保险，更别说是骗保自盗了。真相究竟是什么呢？随着调查的深入，这起看似普通的金店盗窃案却显得越发不同寻常。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边陲小城金店被盗，现场离奇，疑点重重。店内这么多贵重的首饰，把监控录像就关了。被盗黄金数量甚少，是入室盗窃还是监守自盗？没有发现他的那个出去的行走路线。手套的印痕，完整的鞋印，清晰的视频，线索纷杂，警方能否寻回失窃的黄金？边境寻金一线正在播出。尽管目前警方掌握的证据几乎都指向店主于大爷，但这名65岁的老人似乎并没有任何作案动机。为了获得犯罪嫌疑人的更多信息，额尔古纳警方从公安部请来足迹专家，经过仔细的分析和研判，对鞋印的主人做出了进一步刻画。身高是1.75米左右，体态较瘦，年龄应该在35到45之间。这个结论无论从身高还是年龄都将于大爷排除在外。既然于大爷并非监守自盗，那么在发现黄金丢失后，他又为何会犹豫而并没在第一时间报案呢？反常的举动背后究竟有何隐情？店主感觉只丢失了很少一部分的黄金，没有全部丢失，他想是不是内部人做的案。原来于大爷也怀疑是店里出了内鬼，他告诉侦查员，自己之所以这样认为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店主呢，平时他都在店内居住，案发那几日呢，因为他老伴儿回家，从老家回来，他们回自己的楼房居住了，所以呢外人是应该是了解到是店里应该是每天都有人。金逸金店属于家族企业，股东除了于大爷老两口，还有其儿子、女儿以及女婿，另外还聘有2名售货员。于大爷怀疑的对象正是店员小李的亲戚新交的男朋友。案发前5天内，这个男人曾2次陪女友到店内找小李聊天，并且每次都对柜台里的珠宝颇有兴趣。最重要的是，此人曾经有犯罪前科，并且刚刚刑满释放。那么会是他盗走了黄金吗？经过我们一番工作呢，这个人不具备作案时间，因为他和他朋友在家，在案发时段并没有来到金店。与此同时，警方调查得知，店里的其他人员也不具备作案时间。随着内部所有人员嫌疑的排除，窃贼的身份变得更为神秘。这个冒险进入金店又只偷取了少量金饰的人究竟会是谁呢？现场勘查得出的结论是，窃贼是由2楼的窗户进入和逃离现场的。窗外是一个仓库，仓库下面隔墙就是社保局的院子。我们就在彩钢瓦这个仓房下面又发现了一枚足迹，这枚足迹呢与室内现场的鞋底花纹是完全相符的。通过足迹，我们判定应该是嫌疑人应该是从社保局后院进入。在社保局的监控录像中，警方果然有了重要发现。我们发现了8月8日20:20有一个可疑男子多次往返。8月8日22:02，可疑男子第一次进入社保局院内，朝案发现场方向走去。
11分钟后离开。22:29又再次返回，而此时手里已经多了一部梯子。近一个小时后，他再次出现在监控范围内，从案发现场方向离开，右手拿着梯子，左手拎着一袋物品。这个可疑人员呢，头戴鸭舌帽，有意呢回避摄像头，摄像头并没采集到他的正面图像。经过摄像头的时候呢，他又弯着腰低着头快速通过。我们初步断定此人为嫌疑人。那么这个头戴鸭舌帽的男人究竟逃往哪里了呢？从监控录像可以看出，他是从社保局北侧的胡同过来的，离开时也是原路返回。因为胡同北侧呢都是平房区，监控比较少，再往前就没有办法再延伸了。我们就调取了这个周边一个方块的监控录像，没有发现他的那个出去的行走路线。金店的后窗极其隐蔽，仓库上方的窗户很多，要想准确地知道哪一个窗户通往金店，必定有过踩点的过程。侦查员调取了社保局8月8日前3天内所有的监控录像，发现嫌疑人确实与头一天晚上22点多进入过社保局大院。尽管这段录像也没能拍到嫌疑人的模样，但让警方清楚地看到了他来去的方向。作案人呢是从社保局南侧进入社保局胡同内的，而社保局南侧呢商铺比较多，视频头就多。在金店东侧600米的两个监控探头中，警方果然找到了几段宝贵的视频。22:25，嫌疑人从金店方向走到马路对面。1分钟后，路过一家药店。虽然监控录像不能看清楚嫌疑人的长相，但是通过监控录像，我们发现此人走道右脚有些毛病。拿着这段宝贵的视频，警方对案发现场周围的商铺以及整个额尔古纳市的社区进行走访，要求社区工作人员逐一对其进行辨认，力争发现嫌疑人的身份。因为这个人走路特别有特点，与正常人不一样，如果熟悉的人肯定能认出这个人是谁。同时警方还发出协查通报，请求周边歧视县公安机关配合调查，一方面寻找犯罪嫌疑人的下落，一方面对各金店、黄金回收站、典当行进行布控。丢了这么多金子，嫌疑人不可能自己用这么多，为了换钱他只能是出售换成现金。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着，针对现场最有价值的物证鞋印，侦查员排查了额尔古纳市大大小小共35家鞋店，终于找到了与之鞋底花纹完全相符的鞋样。也就是我们东北所说的懒汉鞋，平底黑色布鞋，销售人群呢为施工地的工人。然而遗憾的是，由于这类布鞋销量较大，每天前来购买的人都在10个以上，所以老板根本无法记清每一个买家的模样。工地上工人穿这种鞋的大约有200来人，我们一一进行了核实，并都提取了 DNA。 经核实，他们的工友及工头，他们晚上9点来钟吃完饭以后基本上就不出来了。警方最终未能从这些人中找出金店盗窃案的真正嫌疑人，那么窃贼究竟是谁，又藏身何处？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负责对现场进行勘查的技术人员有了新的发现。在2楼店主呢在他的那个铁皮柜里放有现金，在勘查基本完毕后店主呢又发现了
这个现金被盗。那么我们对这个铁皮柜进行了勘验，铁皮柜呢有撬压痕迹。经店主清点，有6万元现金不见踪影。由于盗贼开锁后又复原了现场，所以店主第一次检查房间时并没有发现柜子被盗。在被盗的柜子里还留有2000元现金，盗贼并没有一起拿走，这让警方联想到了一个月之前发生的另外一起盗窃案。2015年的7月14号，宣志酒行被盗，嫌疑人盗走了9500元，同样有2000元钱，嫌疑人并没有拿走。经过对比，警方发现这两起案件的作案手法如出一辙，嫌疑人的出入口都是窗户，还有都是在开锁盗窃财物后又将锁复原。种种迹象表明，这两起案件的嫌疑人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警方果断决定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行迹可疑的司机，东奔西走的商贩，始终游走在呼伦贝尔周边的各个骑士，嫌疑人众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盗金者？边境寻金一线正在播出。根据之前的调查结果，警方初步划定了两起盗窃案作案人的范围。案件这个嫌疑人作案手段这么娴熟，进去屋里以后呢，偷完钱能够恢复原状。现在他可以看呢，这个嫌疑人是惯犯。同时，经过一个星期的辨认，整个额尔古纳所有社区的工作人员竟没有一个人认识监控中的男子，这足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并不是本地人。外来人口如果来的话，在额尔古纳居住，只能是住店，或者是自己租房子，找出租屋。由于对全市所有社区排查的过程中，警方并没有任何发现，因此犯罪嫌疑人应该是选择了住店。根据两起案件发生的时间，警方调取了2015年7月13日前后3天，以及8月8日前后3天内，整个额尔古纳市所有宾馆、旅店的住宿人员名单。通过这两个名单，我们进行比对，发现呢，同时有4名有前科累积的人员在这份名单中出现了。也就是说，新义金店和宣志酒行被盗前后，这4个人都到过额尔古纳。如果警方之前的推测没错，他们中很有可能就有这两起案件的作案人。然而，侦查员在与4人逐一见面后，却发现没有一个人与视频中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相符。而且呢，我们就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对这个旅馆的视频监控进行调取，也问了店主，他们4个人在案发时段并没有离开过旅馆。正在侦查员一筹莫展的时候，满洲里警方突然传来一个好消息。有一个金店反映，29号当天下午，有一人去卖一块融化的黄金，他说有1斤，但是金店老板要求他出示身份证，这人拿了金子就走了，再也没有回去。这个线索让侦查员有些兴奋，从销售人的反应来看，他想要卖出的黄金很有可能来路不明，如果真是这样，他会不会就是盗窃金店和酒行的嫌疑人呢？但是这个疑点呢，我们又想到了，有没有可能将3个时间点，7月13号、8月8号，还有8月29号3个时间点同时出现的人进行筛查。经过比对，警方发现果然有一名叫林志伟的男子满足这几个条件，7月13日、8月8日入住额尔古纳某酒店，8月29日他在满洲里也有过住宿登记。更为可疑的是，警方调查得知此人名下有一辆汽车，其行车轨迹显示这辆车竟然在8月9日凌晨2点突然离开额尔古纳开往海拉尔。凌晨2点来钟都是大家熟睡的时候，而这个时间他驶往海拉尔方向，不是有急事，就是符合这个作案后马上逃跑的特点。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林志伟有很大的作案嫌疑，警方决定对这个男人展开全面调查，然而却没想到结果令人有些意外。我们了解到他是在挂靠一家旅游公司，以这个开车拉游客为生。通过这个旅游公司的老板，我们了解到8月8号林志伟是做了一个替班司机来额尔纳。当天和林志伟一起到额尔古纳的四个同事也证明，他们忙完工作后在一家烧烤店吃饭，一直喝到9号凌晨2点。由于9号白天在海拉尔还有事儿，四人便没有回到事先登记好的宾馆住宿，而是直接赶回了海拉尔。你净核实他呢，他8月29号是去满洲里出车，而且咱拿他的照片也让这个金店收金子的人去辨认了，也不是他。可疑之人一个个被排除，真正的窃贼究竟隐身何处？仔细梳理之前的调查，警方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我们考虑是否这个嫌疑人有在8月8号晚上，或者是7月13号晚上不住店的可能，作案后直接逃离的可能。警方再次梳理了额尔古纳市所有宾馆的住宿登记，发现在7月13日前后3天内入住的房客中，有前科的外地人员为6名，8月8日前后3天内此类人员则有8名。针对这14名人员，警方分别开展了大量调查，逐一研判，最终发现有一名男子极为可疑。此人叫赵忠喜，在7月12号、7月13号，分别在我市如家旅店住宿。赵忠喜41岁，黑龙江省肇东市人。2002年因盗窃罪在新疆被判刑。2005年同样因为盗窃在沈阳被公安机关处理过。行迹十分可疑，他在呼伦贝尔内多个城市同时有住宿登记，从7月下旬到8月中旬始终游走在呼伦贝尔周边的各个集市。更为可疑的是，不论赵忠喜走到哪儿，海拉尔市的一家旅馆竟每天也有赵忠喜的登记住宿记录。老板说他有时候在那住，有时候不在那住。我们就问老板说，为什么你天天上传他的那个住宿信息？老板说因为他是包的房间，每天他要求就是给他的这个住宿信息都得传上去。四处游走又刻意隐瞒行踪，赵忠喜的嫌疑再次上升。据旅馆老板反映，赵忠喜的职业是卖爆米花，他自己有一套制作爆米花的设备，这更加深了警方对他的怀疑。爆米花机很大，他来回游走于呼伦贝尔各个集市县，与他这个职业特点不相吻合。更为重要的是，旅店老板在对嫌疑人视频进行辨认后，认为嫌疑人走路的特征与赵忠喜确实非常相似。种种迹象表明，赵忠喜极有可能正是两起盗窃案的真正作案人。随后警方在赵忠喜的银行账户中也发现了异常。赵忠喜共在有3个银行有这个存付款记录，而且呢在2012年到2015年7月很少有这个大额现金的存付款记录。9月末和10月初赵忠喜呢共计有3笔存付款记录，都是存款共计10万05千元。2个月内存入10多万元，这明显与赵忠喜的职业收入不相吻合。与此同时，更多的证据指向这个男人。那我们结合这个赵忠喜的这个住宿轨迹，一一调查这个他去过的地方的金店有没有他这个销赃行为。终于呢，我们在这个黑龙江嫩江县发现了这个赵忠喜确实有这么一个兑换黄金的记录。警方调查得知，兑换日期是2015年9月26日，赵忠喜用2件黄金饰品换取了价值10000余元的金表1块和玉坠1个，并用真实身份做了登记。当时留了2个电话，一个电话是在呼伦贝尔的，一个是哈尔滨的，跟咱们掌握的他的这个赵忠喜的通信方式是一样的。
所有证据直指赵忠喜。经过严密的部署，额尔古纳警方于2015年12月1日在黑龙江省肇东市肇忠喜的家中将其一举抓获。历时近4个月，这起震惊了额尔古纳的金店被盗案终于成功告破。赵忠喜对他盗窃的事实供认不讳，但是警方在他家中并没有找到被盗的黄金。那么新的疑问出现了，新义金店被盗的60多件黄金饰品以及6万元现金，总价值近60万元，而赵忠喜的账户中只有10万左右的存款，并且赵忠喜只在黑龙江嫩江的一个金店换购过一块金表和一个玉坠，其余的金饰赵忠喜又是如何处理的呢？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是一夜暴富，可是赵忠喜仍旧是表现得很拮据，就连他母亲看病他也是一分钱都没出。那赵忠喜精心策划铤而走险的盗窃财物是为什么呢？随着赵忠喜的落网，所有的谜团都将被解开。金钱诱惑，前科人员重操旧业，他总能让我就来快，就感觉锁不牢。连偷2店，江洋大盗3进宫，边境寻金一线正在播出。你瞅尔古纳那金店啊，金子偷出来以后藏哪儿了？在火车站，在火车站哪儿？放在哪个火车站呢？新火车站，旧火车站？新火车站。12月2日凌晨，大雪纷飞，警方带着赵忠喜连夜赶往137公里外的海拉尔火车站。凌晨1点，按照赵忠喜指引的路线，顺利找到了藏金地点。再说一下，往前，往前，跪到那地呀、啊！来，往前走。对，经过几分钟的挖掘，警方果然发现被埋藏在树下的大部分失窃的黄金，其中黄金手镯15只，黄金项链30条，黄金手链14条，黄金吊坠7个，共计1791.68克。先我就拿项链跟手镯了，真金，完了我就拿走了，就给那个跟那纳金的让我搁空埋下去。那钱我都不敢花呀，我害怕呀，不敢花，就没劲儿。这现在老感觉海外警察找我那些，我欠很大麻烦，我不能有花了。煞费苦心盗来黄金，却每天担惊受怕，不敢消费。赵忠喜对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但这样的悔恨其实早在10年前就已经有过。那时候我在血压低了以后，我就有感觉，我就想拿刀把手剁了，就手不牢了。我把酒戒以后，我改了。2006年10月，赵忠喜回到肇东老家，准备洗心革面。这近10年间，他跟着父母种过地，也做过水果生意，卖过杂货，当过漆工，表面看似乎已经痛改前非，实际心里早已蠢蠢欲动。这个不是我跟人家害的，我估计还就跟那钱好像过不去似的，就感觉要给人拿走了似的，感觉打工少，挣钱挣少，我就感觉那钱还总能到啊，再来快，就感觉锁不牢。2015年7月，赵忠喜离开老家来到额尔古纳，在附近的景区玩了几天，身上的盘缠所剩无几，于是他便开始寻找目标。头一天晚上，我有一天晚上搬他走，那条街吧，有他们烤肉串子，我想上那吃完饭了，后来我就在那走走，呀，瞅着有一家卖烟酒店了。一开灯，我咋感觉在蛤蟆头，这么老早就感觉转悠。
这样，宣纸九行成为赵忠启重操旧业后的第一个对象。7月13日晚上11点，他秘密潜入九行。后边有窗户窗户，我拿棒子后来别出来，现金拿9500，拿9500。为了拖延被发现的时间，赵忠启将抽屉复位，便心安理得地拿着盗取的9500元离开额尔古纳，来到呼伦贝尔市最繁华的地区海拉尔，准备以这9500元为本金，在呼伦贝尔干一番大事儿。观察有几场呢？怎么卖光华？你观察在哪买的？还问你说你要不要？要我给你整一个。不行，还卖挺贵的，我整一个。其实赵忠启的本意是以卖爆米花为掩护，伺机寻找作案目标，然而很不凑巧老是下雨，他便只好放弃在海拉尔下手的机会。8月6日，赵忠启回到额尔古纳打探风声，下午4点多在汽车站准备离开时，意外发现了对面的新义金店。一开门那头焦黄，我就感觉不抖，这哪敢能带头头，哎呀，下班了。发现这个新金店呢，那窗帘那个铁栅栏门，直接就拉下来，那家人就走了。他认为这家的防范不是太好。由于已经买好车票，赵忠启当天还是赶回了海拉尔，然而心情却始终未能平静。金店确实极具诱惑，但自己已经在额尔古纳做过案。不到一个月时间再次下手会不会太冒险？偷还是不偷？赵忠启夜不能寐。我呆闹心了，我感觉睡不着觉似的，那时候我是呆不住，这个感觉跟我有关吗，就感觉过不去似的，就是干不去似的，就是老感觉跟他过不去，就被人给他拿走了，就完事了。诱惑最终战胜了理智。8月7日，赵忠启坐车赶回额尔古纳，买好作案工具，夜里10点潜入社保局大院伺机作案。一家窗从哪到哪，在后边也没窗，后来我就看出来了。可是墙太高，赵忠启根本爬不上去，于是他只好放弃。然而离开后的赵忠启却并不甘心，他决定第二天晚上再去试试。哎呦！我一回头，跳铁栏呀！哎，我家有一间房，下面有梯子。我一回头有梯子，我拿梯子进去了。哎，要灭梯我就走了。虽然眼前不计其数的黄金珠宝让赵忠启很是兴奋，但他仍然告诫自己，只能拿很少一部分。这还卖自杀了？记录太多了，过不去了呗。我今天不能太超过惯了。拿点，这也不少了，这1-2公斤，这2公斤吧。随后，赵忠启又上2楼，偷走了抽屉中的6万元现金，便扬长而去。我不敢上招待所住去，招待所都要身份证登记，一现场我就上广场了，我把金都拿了，在广场蹲着。第二天早上5点30分，赵忠启搭乘最早的班车赶到海拉尔，并很快回到黑龙江老家。他本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却没想到他是逃不过警方的追击，再次锒铛入狱。拿金镯子，还拿啥了？赵忠启每次偷盗的时候，他都不会把财物尽数偷走。他说，这样做一是可以减轻良心上的谴责，二是在东窗事发之后能为自己减轻罪行。可是心思缜密的赵忠喜并没有意识到，无论数量多少，偷窃行为本身就已经违法，必将受到惩罚。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